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蒙古、西伯利亚，现在我们要去蒙古最漂亮的景点——特勒吉国家公园。这是蒙古的草原。哇，已经到了，好漂亮！你们看看像什么？待会儿那个小山啊。好，我们到达了我们的营地。蒙古人拿着哈达在欢迎我们的客人。哇，蒙古人跟西藏人一样哈，用哈达欢迎大家，这是他们当地的卤肉哈，欢迎大家的光临。这是我们在特勒吉国家公园里面住的蒙古包，一般是一个房间睡两个人。大概看这蒙古包很舒服，而且这个蒙古包，咱精彩一百年特别为大家挑选的。毡毛的后面就是卫浴设备。总诶，甲咱讲吼，这是有卫浴设备的哈。伫遮爱甲咱大家讲吼，即、這个伫特勒吉国家公园内底。好，永暗时啊，得爱迄个生活。你看，内底有浴室哈，跟淋浴设备，简单，但是在蒙古包里面这样已经算不错了。哇，很棒啊！哈，这是我们住的蒙古包。好，咱一百年，精彩一百年，拢提早的订啊。只要你看到我们的团，我们都已经订好了这些蒙古包。这些蒙古包，一般蒙古包有这种等级。你这个蒙古包是不是在很漂亮的风景的地方？咱都选定风景最漂亮的地方。你看看那有烟，就是表示已经有人在那边住。在这里一定要会记得，住蒙古包，晚上时要起来体会。啊，无咱着门卖关吼，因为一般拢总有迄个管家，伊差不多两点钟会来甲咱体会听一摆。来到蒙古，你若无住蒙古包吼，做无菜。好，这是咱所住的，这就是有一间诶。啊，一般吼，咱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啦吼，有一间甲无一间，计较当然无同款。啊，风景上水的所在，有风景啦，有view甲无view嘛是无同款。所以这个所在哈，叫做特勒吉国家公园。来到这哈，咱今嘛要来看蒙古人哈，咱要等下要去你看咱蒙古人所住的厝，因蒙古人来看因蒙古的生活。睡觉呢？这个很大问题哈，睡觉很奇怪的问题就是睡觉呢。我们现在要骑马。哇，我们现在要骑马了哈。这不是假蒙古马哈，蒙古马叫做亚马。马的屁股不要太靠近马的屁股，不要拍马，因为它会踢。马后踢。第一个问题。哎，哦，好啊。上次呢，上次呢，刚刚我那样。要扶着这个马啊，来上去哈，小心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马的拴马，拴马的这个呢，你想让马左边就是左右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你让马停，你就拉一下它的马这个马的嘴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绳子不要绕手，很危险，一定要不要绕手，很危险。嗯，你下断，对，它会断手啊，或者是很小心。这个是很注意的事项，还有这个呢，不要踩到这中间，不要踩这么扣，你要踩它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，你的腿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。
好吗？好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不要走的时候随便拍拍两边啊，不要乱抹，好吗？它很容易就这样子，这样子会让你摔跤，好吗？好好的。好，我们的客人现在骑马了。啊，我们非常谢谢导游的解说哈，因为伊甲咱骑马一挂要领甲咱教，啊，咱的人客拢足聪明的，学会了。哇，太棒了，哈！哦，倒一只是白马嘞。爱骑好势，来到这吼，这是足快乐的哈。咱的一生蒙古加西伯利亚一定爱来，你看，无分年龄。好，咱的导游要去了哈，哦，伊这定定伫遮咧徛马，所以哈，伊的计时较好，哈，较重要的拢甲咱讲啊哈。好，马袂使乌白甲胖。哇，快乐的骑马游。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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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好玩，来这边骑马真好玩。嗨嗨，阿小弟嘛不骑。我们从特勒吉国家公园要离开了，这就是蒙古哈。来到蒙古，你得一定，这是蒙古国哈，就是外蒙古，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伊唔是内蒙古，内蒙古就是属于中国大陆。咱今麦来到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叫做蒙古国。特勒吉国家公园的乌龟石，听到了吼，这里是特勒吉国家公园最漂亮的一只乌龟哈，叫乌龟石。来到蒙古必定要来的。一二三 ，OK， 加红镜就水耶。这个岛啊，这个岛啊，两个，你知道？你好香。乌龟石哈，这个是必来的。五个喇嘛在开会，特勒吉国家公园。那个不用的。这边都属于国家公园的范围。对，这边是特勒吉国家公园的管辖区，这里树已经够少了，所以不能砍伐。现在回到我们住的那个蒙古包度假村，要吃午餐。蒙古包度假村现在拍的情况跟早上拍又不一样，太阳出来了。哇，你看早上拍的蒙古包跟现在拍的是不一样的。哇，来到蒙古，如果来住蒙古包是一大享受。哦，敖包要顺时钟方向走三圈。哇，我们来这里，哈，一定要绕三圈，保佑大家一路平安。你看，这是整个特勒吉国家公园，入境随俗哈。前方就是我们居住的特勒吉国家风景区。很漂亮，这是当地的居民，也有人住的小民宿。